转换季节大家都不知道要穿什么哈，我超级喜欢这件，就是因为它直接大 T 穿下去就可以了，而且我给大家一个果绿色，一个蓝色，还有黑白色，那白色不太透，再来它不太皱，我做了就是前短后长这种小开叉，然后现在它在七分袖的位置，我跟大家讲它弹性非常好哦，一样你可以穿好几胞胎，然后呢再来呢它是做这种超级端的，我才拉一点点哦，它的料子是全新升级，大家都没有买过的料子，很简单 oversize 一个短裤，绝对让你的身形穿得姣好，颜色提亮你的肤色，那你外面要搭牛仔外套，要搭皮短裤，要搭长裤、窄短裤、skinny 或者是瑜伽裤都可以，然后这蓝色好看哦，手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，它就白色最好看，因为你就这样出门，黑白配，白色反而是一匹黑马，因为它完全不太透，然后全家要叠搭，我们再看我换了四色，你觉得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好好看哦，我自己超级喜欢这件面料，很好驾驭，然后它就是很简单，可是让你很难想象到底摸起来是什么面料，它是一个